在我们生活的空间，四周都充斥着不同的声音。其中教会和基督徒很努力地去传播福音，怎样可以将信息传得更远，给更多人听得到呢？欢迎大家呢再一次来到恩语同路人的时段。早晨你好，恩语生命热线，有什么可以帮到你？我第一个原则就会想着去这个福音传给他。你听得到吗？是恩语之声的事工透过媒体网络将福音种子传播到各地各邦。你听得到吗？就是这一点一滴及时的恩语洒落世界各地，滋润万千的心灵。那时我在大陆，那时很喜欢踩恩语之声，它有各个方面不一样的题材，凭那些真实的故事影响力很大，对我来说很触动。就可以呢就嘟一掃一掃，跟住呢就可以喺手機睇咯。依個就係一個傳福音工作。我覺得呢個節目祝福咗好多人，好讓生命信息更加廣泛嘅傳揚。你聽得到嗎？是一直與恩語並肩同行的弟兄姐妹向你發出呼籲支持的心聲。恩語之聲今年經費預算為170多万元，需要你更有力的支持。我們特別推出一滴恩語奉獻運動。盼望着将点滴的心意汇流成河，诚意邀请你参与，每月奉献40元，连续12个月，以480元代表一滴恩语的心意，1000个人响应参与，就可以募筹1000滴恩语，共计48万元，帮助我们向今年经费预算的目标迈进一步。咁咧，听恩语之声可以做更好嘅节目，更加感动人心嘅节目出嚟。因为有你们的支持，恩语之声的节目才得以顺利地进行，延续再延续这些福气。你听得到吗？陆续有不同教会的弟兄姐妹响应支持，集结成福音伙伴，透过一点一滴的恩语向全世界送上美好的祝福。多一滴恩语，多一份参与，希望你用行动做出回应，凝聚广大力量，携手将福音传扬，让更多人听得到大能的福音。参加一滴恩语奉献运动，请登入恩语网页做即时网上登记，也欢迎致电恩语办事处及会计部联络。